欢迎来到中华电信星光派对区，在我身旁的就是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剧组团队，欢迎你们。哎呀，我找到了我们的婉君啊，苏莹入围新人奖的心情如何？婉君有开心吗？婉君很开心哦。那你压力有大大吗？有，婉君压力大大。哇，实在太可爱的尖叫声！哇，真的，你用这样的设定，真的是让这整个角色活了起来。那在这边想要问一下导演，恭喜导演，同时入围了导演奖跟编剧奖。那这两个奖项，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拿下哪一个？可以都要吗？可以都要，就要看看你们的尖叫声喽。哇，这个真的气势非常的好。那我们同剧的我们杜妍，哇，住院医师，还有我们的院长志伟哥也来到现场帮大家加油，预祝我们今晚村里来了一个暴走女外科可以顺利拿奖，谢谢。大道的师姨，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入围戏剧节目最具潜力新人奖的苏莹、李梦纯，喜剧节奏的掌握，情感诠释的流露，恰到好处的融合自然与表演，个人特质极为突出，角色也带有致敬经典港片《家有喜事》婉君表妹的意念，让人印象深刻哦。